宝马嘅国际书展系恰恰当年当重要嘅图书盛会。今年嘅书展就用作者某国家做主题，客家委员会委托玉山社同恰恰弥勒出版社同日本立桥短篇小说选集研究翻译做恰恰本，同时是书展嘅亲密影业举办新书发表会，表现出台湾文学当丰富嘅创作能量，还有多年出圈文化嘅魅力。恰恰弥勒出版社总编辑那年书老恰恰朋友绍介客家重要嘅文学作家李巧嘅作品，李巧短篇小说选集《人口》两本书，都不拉几国际书展内展出，两百贴片翻走恰恰文，同时读书展后办新书发表会，现场反应动烈烈，新公开将客家文学本恰恰图展看到。两百篇哈作品哈，有多写到人。下都给批判到政治沙飞，同时哈，面对沙飞大臣嘅人，面对沙飞嘅压力，面见呢度哈困难嘅时节，佢有嘅人耐心度嘅反抗嘅精神来拔出来。两百幅人书展主题，作者吴国界下委会委托。有三社老恰恰弥勒出版社将李巧短篇小说选集《人口》翻译出来，展现台湾客家文学史高老生命力。客委会每三忙推动台湾客家文学，不了的作品老世界文坛对话，同时也希望未来做的继续纳到国际台中。希望加多翻译将台湾客家文学好的作品推到世界上，本人看得到台湾客家。希望有机会今年嘅客家嘅文學作家有機會拿到世界國際上重要嘅文學獎項。下回回列下進行客家文學翻譯，其中包含2021到2023客家文學作品翻譯落海外推廣，而且寒假三浦橋翻譯落海外推廣嘅話，為了就翻譯做西班牙語、捷克語、英文兩啲外國語言。希望透过文学，奔全世界认识台湾客家。客家新闻，其中最前面是台北赤崎报道。